谢娜在娱乐圈中可谓是名利双收，人气爆棚。今日久不露面的谢娜更新微博，晒出了近照，配文称想你们哟。照片中的谢娜身着简单白 T 恤，淡妆出镜，一头披肩长发尽显温暖淑女范儿。在一众网友齐呼娜姐又变美了的留言中，何炅一句居然没胖激起万千水花，不少网友纷纷围观询问娜姐是不是怀孕了。日前谢娜又再次在自己的微博晒出自拍照，只见镜中的谢娜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的微笑。除了这些外，网友们还注意到谢娜发胖的身形和肉肉的小手，脸上也长了不少肉，跟一个月前还是尖尖的瓜子脸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长胖了的谢娜自然又被网友们再次被质疑怀孕了，顿时催促赶紧生个小小杰或者小小娜的声音，一时间随着各种祝福如潮水般涌来。所以喘了800次有孕的谢娜，这次是有很大的把握准备当妈妈吗？由亏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